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about to commence our exhibition opening ceremony. Please come forward and join us at this location. Thank you.
景观写生中亲自领略
为了黄河文化及风土人情，用自己的画笔精心描绘的油画写生创作。参展的画家又走访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一路感受自然风貌，写生创作了各具特色的作品。这些作品让观者感受到黄河风貌和不可抵挡的大自然的魅力。此展览也特别邀请了本地资深画家96岁高龄的林子平先生。和何家良博士参展，谢谢他们的光临和支持。此次展览的画家有中国著名画家范迪安、戴胜娥、孙刚、曹新林、王辉，新加坡著名画家杨正汤、许希勇、范少华、林宝娥、吕甫泉，马来西亚著名画家傅永刚、林金海、黄妙阳、于荣信、江石文与特约画家何家良、林子平、钟建熙、远渊春和吴丽萍。此次展览展出15天，正逢农历新年，五国六地油画家在新加坡举行这个大展，将给狮城带来一份新春贺礼，希望各界人士来参观，谢谢大家支持。我们有请沈颖部长为我们颁发参展纪念的奖状和奖牌，有请沈颖部长。我们有请杨正汤会长代表新加坡画家领奖，杨会长请。我们有请戴胜娥先生代表中国画家领奖，有请戴胜娥先生。我们有请傅永刚博士代表马来西亚画家领奖，傅永刚博士请。领奖。我们有请邓湘云女士领奖。我们有请远渊春先生领奖。我们有请吴丽萍先生领奖。我们有请钟建新教授领奖。钟教授请。领受委任状，胡淑丹女士。我们有请黄子颖女士领取委任状，黄子颖女士。我们由大公报香港大公报主编代表领奖。谢谢。最后我们有请邱成光先生领取委任状。邱成光先生有请。
部长为我们颁发奖状。现在我们有请邓湘瑜女士给神隐部长赠送礼物。邓湘瑜女士，有请神隐部长接受礼物。 谢谢神隐部长，他今天参会。很感谢神隐部长今天为我们主持开幕仪式，请各位嘉宾站起来，请部长为画展开幕剪彩。 有请神隐部长剪彩。谢谢神隐部长。南洋风黄河行画展正式开始，请各位来宾慢慢欣赏作品。我们有准备简单的茶点招待大家，祝来宾和画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。